我刚才想了一个方式，一个是我觉得它挂在上面固定，然后勒死。挂着有一个问题就是挂完了之后，它一定是面朝下倒，它不会躺。然后我还想了一种方式，因为弓是这样放的嘛，它有两根绳。你把一根绳拉紧的时候，其实弓就会变成一个有弧度的样子。它的两点之间的距离是这么长，然后有一根绳是松着的。对，他把这个套在人的，就相当于是我躺在这儿，把松的挂在这儿，对，然后只需要把另一根弓弦要绷紧，就是延时装置绳。对，直到它有一个延时装置，然后它松掉之后，那个延时装置就很挂，整个拉紧。就用冰啊，冰会化嘛？用冰把另一只那个弓绳压住，我觉得应该不是压，是缠上去就好了。它绕在冰上面呀，绕一圈嘛，缠在冰上面嘛，冰一化，噔，不就出来了吗？嗯。